西单饭店捞面条，这夏天呢不吃捞面相当于没过夏天。炸好的辣椒面，下手轻点儿，下手轻点儿。对，呀，两家都齐了，白提到了一家弄。这样也这么好吃。爸爸，吃这个中不中？来大米，来一个。给你吃啊，外边两大头。高兴不高兴啊？高兴。高兴哭？他哭来给大家退回去吧。来，那我怎么退回去？放冰箱里面，不能吃这么多，最多一天吃两个啊。这给他买的冰淇淋，我不知道里面啥功夫香啊。我再给你买冰淇淋，我喊你给。是不是这一句？大家好，我是庞龙。俺这面到夏天了，最常吃的都是捞面条，最经典的都是鸡蛋饭店捞面条。今天咱能做一个经典的鸡蛋饭店捞面条，看做好以后有没有食欲。饭店给它起了腥味儿，豆油切段，来几个笨蛋，一直给它搅开。掌门剥蒜，谁给我眼泪啊？好，你说的我补，补好了蒜，来点盐，给它捣碎。蒜蓉用油给它保护住。锅中来块大油，油热下入蛋液。鸡蛋差不多了，下入西红柿。豆角的，调个味儿，来点盐，来点蚝油，加点水，搞个薄片，把芡汁倒里面，搅拌搅拌，带汤汁浓稠就可以了。水滚下入面条，面条滚三滚的往下吃吧。面条出锅，过个量，开饭开饭啊！难吃贵宾两位，鸡蛋饭店捞面条。这夏天呢不吃捞面相当于没过夏天。这么粑粑粑粑粑粑，再来点精神，再来点黄瓜水，搓好的蒜泥儿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炸好的辣椒面，这才有灵魂。标的够，标的够的。准备。标的上我一点都不热，给你。都是夏天吃的，能那面吃捞面不吃？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在家做捞面吃，真不赖，完美。这个面，你要买手工面，没手工面的挂面也可以代替。昨天演习的咋样？演习啥？问呐，我也不知道嘞。他老是发了那照片，好像他是个，他也是前面说扛琴嘞，是不是灵动样？乖，都是个那种，演习的都是一些，穿越障碍，还有射箭，还有真人 CF。真人 CF 啊 CS 啊，真人 CS 呗。还有步枪降级，还有红箭筒体验，还有大巴，还有大救兵。放炮了吗？红箭筒。那不大炮吗？不是啊，乖乖，比我强。
咱那见过没见过？你看这不知不觉一碗羹都没有了，这东西啊吃得快。朋友们，这老面吃的真带劲，好吧，今天视频到这吧，咱们下期见，再见。